好，下面出场的这是一对兄妹组合，来自以色列的扎列特斯基兄妹。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像这样的兄妹或者是姐弟组合一共有五对，其中有三对分别是在这个冰舞项目上，另外两对呢是就是姐姐和弟弟，或者说是哥哥和妹妹，是分在两个不同的项目上，比如说是单人和双人。他们的 CO5 音乐来自于电影《辛德勒名单》。
以色列的扎内科斯基兄妹，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了，之前最好成绩是排名第九，我相信这次他们能够划出他们在世锦赛当中的最好名次。电影《辛德勒名单》是根据真实的事件创作的一部电影，那么它的配乐获得了1993年的最佳奥斯卡配乐奖。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最终它说明的是传递出来的是那种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尊严。选手的服装的颜色也是选择了很沉重的黑色，上面的这个红色的装饰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一个这个写意的创作。因为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呢是讲述的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在二战期间保护1200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在奥运赛季由以色列选手来划辛德勒的名单，应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情绪掌握的妹妹今年22岁，哥哥今年26岁。在今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上，他们是划出自己的历史最好成绩，90.64分。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超过了他们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得分，91.34分，自由舞排名第一。现在，并且这个成绩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自由舞的最高分，现在三支舞蹈总分是181.26分，成为了扎内特西基兄妹冰舞比赛的最好成绩。